贾博士，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洛神赋全图》吧。这个《洛神赋》它其实它的缘起是源自那个三国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卷的形式，像连环画一样把《洛神赋》的情节一段一段的给画了下来。它的主角人物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的，然后它的每一个分格就是用一些山水背景来进行分格。这件作品的情节呢，大概就是说，首先是曹植他从这个都城返回自己的封地的过程中，他路过了那个洛水河畔，就是今天差不多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感觉非常的疲倦，人倦马乏，然后他就在河边休息。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点神思恍惚，然后就仿佛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丽人，那这个就是洛神。他就用了这个曹植的洛神赋，就用了非常华美的词藻来形容洛神有多美，就说他这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这个荣耀秋菊，华茂春松等等一些非常美好的意象来形容这个洛神的姿容和体态有多么的美好。那画家也把这些这个意象都给画了出来。那到后面呢，就是曹植他其实是非常的思慕这个喜爱洛神，然后他就解下了自己的玉佩给洛神，像是就像发出一个邀请，就是洛神他虽然是神仙，但他其实感应到了曹植的这个情感，所以呢洛神他就指着深深的水底，就想要邀请曹植去他的那个世界，因为洛神是水神嘛。那可是呢曹植在这个时候他又犹豫了，因为他担心被神女欺骗，就是之前有人被神女欺骗这样的故事，所以曹植也担心被神女欺骗。那所以呢曹植犹豫之后他们就只能够分离了。那到后面就是画的这个曹植和洛神他们之间若往若还准备分离的这样一个过程，到最后就是洛神他真的坐着这个六龙拉着的云车就远去了。蒋博士，我们也知道这幅《洛神赋全图》呢是南宋，那么和之前北宋的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一些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去上来的？这一件南宋摹本的《洛神赋全图》，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情节上、内容上是更加的完整完备的，就是比较那个北宋摹本来说，它多了几个很重要的情节。那一个就是我手边这一个曹植他解下玉佩给洛神的这一个情节，那这个在整个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那还有就是后面有那个洛神他在捡拾明珠和翠鸟的羽毛这样一个情节，也是我们北宋摹本缺失了的一块情节。那我们现在这个南宋摹本把这两个情节补上之后，它其实是更加完整的符合这个洛神赋的原文。当然我们北宋摹本呢也并不是他一开始没有画，而是在很可能在后面流传的过程中失去了那两个情节。因为北宋摹本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拼接的痕迹，就它中间断开了，所以说可能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失去了这个情节。那这一件展品呢，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中国古代这个书法、绘画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那我们这件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南宋的摹本，但是它的风格是宋代和唐代风格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后世画家在进行这个故事再创作的时候不断地添加自己的心意，那这也是这件作品非常珍贵的地方。